者人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さようならだな。なに、著者人です。おいしいでね。天哪，我求求你，求求求求求求求！哎呀，秀秀，金枝。哇，学校有真人版入剧睇。原来不是，这个年度 ICC 找了香港话剧团负责制作一个全新的廉政互动剧场《金童玉女》，他们搞笑的演出轻松地带出廉洁信息。如果你肯将我们的灵堂美人茶摆上货架那里卖，最多每支卖出的我给20% 回佣你啊！我就是 ICAC Line 啊！咁呢個劇咧，其實開頭咧就利用咗一啲日劇啦、韓劇同埋台劇咧做個引子嘅。個戲嘅內容其實最主要係透過三個愛情故仔，就講一啲關於廉政嘅信息俾啲學生聽嘅。咁第一個故事咧就發生喺一個辦公室裡面啦，第二個故事咧發生喺超級市場，咁第三個故事咧就係發生喺餐廳裡面嘅。你今日嘅人就係文昌位，就係第四行戴口罩嗰位同學。与观众互动是廉政互动剧场的最大特色，不单止可以加强现场气氛，而且可以令观众对话剧的信息更加深刻。由一出到嚟，佢唔識我哋，但係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。係，佢覺得好 playful， 佢就開始肯同你玩啊。到最尾，佢同你做到好朋友。喺設計上面，我哋諗咗好多啲心思。幾好嘅舞台劇嚟嘅，音樂係我哋可能係我哋平時好熟悉嘅，可能我哋之前成日睇劇集會有嘅歌啦。咁呢啲都可以引起我哋嘅共鳴啦。套劇入邊加咗啲舞蹈同埋音樂，即係可以貼近到我哋比較中學生嘅潮流，會好好咯。咁咧，我就覺得呢個舞台劇咧，內容係非常之流暢啦，又好幽默嘅。呢個舞台劇咧，對我最大的益處咧，就係俾我知道咗一啲好難釐清、好模糊嘅概念啦。就好似乜嘢先叫利益呢？究竟去食餐飯啊、收封利是啊、收下啲 coupon 叫咩利益呢？咁睇完呢個舞台劇之後咧，就覺得清楚咗好多啦。《金童玉女》呢一套劇由10月份開始，已經喺中學巡迴演出超過60場，演出以嚟都一直相當受歡迎。嚟紧仲有50间中学预约咗佢哋，廉署会继续以唔同嘅互动剧巡回全港中学，诱发年青人反思同讨论诚实不贪、公平公正等道德抉择问题。大家想知多啲，可以登入呢一个网址。